来，欢迎收看 Y 购爱开箱直播拿好康 ，Yeah！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那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呢？我们先来告诉大家来开箱什么呢？来给大家好看一下好康的，我们现在开箱 GoPro Hero 8青旅自拍组。对，那这组我觉得非常适合，就是大家出去旅游跟一般的消费者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GoPro 的话，那你都可以尝试购买这一组。那我们先。等一下再来讲 Hero 8的有什么功能。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 GoPro 大来宾 Johnny。大家好，观众谢谢，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Johnny GoPro 大使。Yeah。 那今天很高兴 Yahoo 中心来邀请我来做一些 GoPro 的分享。对，希望可以说服你们一定要下购。好，对，那在介绍商品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个好康，那就是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对，那你就可以抽奖，我们可以抽 GoPro 的颈枕三个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出一个题目先给大家。那要出什么题目？你说。好，我说。好，我来说。哦，对，那就是今天呢，我们推荐的好康商品叫什么呢？是什么机型？是什么组合？对，你只要在留言下面留言，然后就可以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之后，就可以抽这个颈枕。这颈枕真的超好用的，超舒服了。对，好，那这个讲完之后呢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来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组合，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个组合？我们来跟 Johnn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推荐组合就是 Hero 8， 有哪些？对，有什么 ？Yes， 告诉大家。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哈。今天我们推荐的组合，除了 Hero 8之外，还会附送64GB 的记忆卡，很足够了。嗯，然后还有加送一个电池。对，因为你知道，出去拍摄的时候，最主要就是要很多电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拍到一半然后没有电，所以加送一个电池非常优惠。还有一个自拍杆。对。我觉得自拍杆应该就是大家最常用的配件，所以这一整个组合现在原价是多少？你来告诉大家，原价就是20380，20380，然后现在特价，告诉大家特价多少？17157，那将近省了大概3000多块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划算，就是现在不买什么时候买？而且现在疫情现在真的比较减缓了。所以大家就是不管说，虽然说现在不能出国，所以大家都在国内旅游，但是国内还是可以旅游，对，而且超好拍，超方便，而且现在夏天到了，大家一直玩水，下水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，对啊。好，那现在组合讲完了，那我们现在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推荐 Hero 8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的功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第一张，它的功能的第一张叫做顶级画质。那我们这个就要跟我们的 GoPro 大使 Johnny 来讲一下，来跟我们讲一下。好 ，Hero 8顶级画质，这次今年的 Hero 8推出的最高的画质就达到 4K60， 所以除了 4K 之外，也还是可以60倍，还是可以有点慢动作，所以拍出来的画面更酷，对，更有趣。那如果我想要做慢动作，它有办法达到吗？有，它最高的慢动作可以达到1080240，就是8倍的慢动作。所以就是我可以拍一个很酷的、很炫的一个慢动作的，拍你跳水啊，或是在，或是宠物在跑，宠物跑来跑去啊。像我自己喜欢拍儿童，拍我的孩子跑来跑去的话，拍出来慢动作其实都很酷 ，OK， 很好看。好，画质讲，我们再来讲。我觉得这一个是我绝对要推荐大家必买的一个重点之一，这个 Hero 8防震的功能、防手震功能，来，好。在摄影界里面，大家都知道稳定度是多么的重要。对，那这一次 GoPro 不断的在升级，不断的在更新他们的软体，所以今年达到 HyperSmooth 2.0 又跟去年的不太一样。可是重点就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解析度都会加稳定度更高。对。欸，我有看到很多外面啊，大家不管是摄影师或是很多人在拍摄啊，他们都拿了很大台机器，然后像我知道有一个设备叫做电子稳定器，没错，我的相机啊，或是手机，或是一般的都需要用到。对啊，那我买的 GoPro 还需要用吗？完全不需要，而且那个很贵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贵，所以你买了不只是买了一个 GoPro， 你还省了一万多块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轻便轻巧，这个也很方便。就是如果你装的那个要带出门的话，我觉得真的会很笨重。对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就是我也很推荐大家夏天一定要买的这个配件，这个功能叫做10米防水。来，好，大家也知道 GoPro 除了是一个极限运动的相机之外，它都可以下水，还可以防水、防震等等，所以裸机就可以下10米。其实讲真的，10米就已经足够了，你浮潜啊，去蓝屿拍一些乌龟啊，或是怎么样。但是深潜的话，还是得装防水壳会比较好。对对，好 ，OK。
那再来最后一个，那我问你啊，就是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录影，那它可以拍照吗？拍照也超高画，拍照超棒的，超高画。那我用我的 iPhone 拍跟它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有 Super Photo， 我今天就是来挑战它。Yes， 它就一直考我。反正有 Super Photo， 有 HDR， 还有 RAW 档案。那手机的话就不能拍 RAW 了。而且我觉得就是 GoPro 跟手机最大差异就是它的广角。对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你在用手机拍照片的时候，然后人都要退很远，或是你在自拍的时候，就是还要拿一根自拍杆。对，但是 GoPro 需要吗？不需要，因为它是超级广角，所以你自己用手拿到外面，你就可以拍到全部后面。对，而且我记得 GoPro 将近有170，最广的可以达到170，对，170多度 degrees， 对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广，所以全家旅游或是家族啊，或是亲朋好友，你十几二十个人，然后都可以拍到。好，再来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它的一个拍照的功能。对，好，所以超级对。再来就是移动缩时这个功能，我觉得这个功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。好，对，你可能要帮大家解释一下。Yes， 这个在摄影界里面的玩家，如果听过什么是移动缩时，基本上就是缩时影片套上了 GoPro 的独家的 Hyper Smooth， 所以你拍缩时影片边走，它会可以边做一个很稳定的效果，所以这个视觉上。就是差很多，跟一般的缩时影片差很多，所以你的影片就会变得更丰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，比如说你在骑脚踏车好了，有时候会放缩时影片，但是加上了 Time Warp 的这个功能的话，它会非常的稳定。哦，所以它其实很好用，很酷。对啊，对。好，再来，夜间缩时办得到吗？也办得到，对，酷。所以夜间缩时跟前一代的 Hero 7差别就是。它的感光度又越来越好了，所以现在拍缩时影片，在夜间缩时的时候，不见得需要用照片来做缩时影片，所以你直接按缩时影片录影，就可以帮你剪出来一个很夜间的缩时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我们遇过很多消费者在问我们说，GoPro 可不可以拿去拍银河或是极光？这个你要不要直接告诉大家办不办得到？可以，但是有一些极限当下，拍银河、拍那种极光的话，对，我个人还是会建议用照片比较好。照片，对， 对， 对啊，就是他用我们刚刚讲的超级 super photo， super photo， 或是就是夜间拍照，夜间拍照，对，对，所以他还是一样办得到。嗯哼，好，现在一定有很多新的观众加入啊，那我们一样要先说一下我们的好康活动，对，这个。你只要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哦，然后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，然后就可以抽 GoPro 的颈枕。那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机型是哪一台？对，那你除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以外，你还可以抽雅虎的100元购物金，所以其实非常好康哇，我们就要赶快留言加。我都叫我家人在家里对赶快留言。对，那可以帮我留个言吗？我也想要抽颈枕，我想要出去玩。okay， 对，帮忙抽一下。那我们先再来讲一下今天的组合优惠好不好？因为优惠组合在那边。你来告诉大家一下今天的组合，我觉得今天的组合真的很杀，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一档 GoPro 的商品，然后可以杀到将近3000元的优惠。对，我再讲一次哈。好 ，Hero 8加一个多一颗电池，对，加64GB 的记忆卡，对，足够你拍，对，加一个3轴自拍杆，所以总共原价是20380元，现在只要17000多，所以将近省了3000多块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超优质的，所以大家还不赶快购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来的功能，再来一个语音控制，对，这个我觉得很好用，这个我可以肯定你的手机没有这个语音功能，对， okay， 所以。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，我要拍一些夜间拍照的时候，你不方便去动那个相机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可以用语音去控制，就是比如说我讲英文的话，就比如说 GoPro take a photo， 它就会帮你拍照。OK， 所以很方便。对啊，像尤其是你在滑雪的时候，哦对，你戴着手套，然后你对放在头上安全帽的，对，我觉得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，有语音控制真的很好用。那个要叫大声一点就对，因为我完全看不见开关那些，我只要用语音控制，然后我滑雪的时候就可以拍，自动帮我拍，没错，很方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超方便的。好，然后。再来就是啊，数位镜头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对，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买过一般的传统的相机，对，很大台。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之类，为了要拍小朋友或是宠物，他们一定都会
为了这样，然后买了好几万块的相机，然后再加上镜头等等的，对，所以带出去一定会非常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除了小朋友的，除了小朋友的东西以外，然后我还要再带相机，我觉得爸爸超辛苦的，非常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换镜头的话，我还要再带好几个镜头，所以时刻都已经。对，就是拍不到了，拍不到了，或是就是过了就过了。小朋友在玩的时候，我在一边很热很忙的时候，然后我还在一直换镜头。没错，对，那 GoPro 这个也有，有来这个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四个 GoPro Hero 8现在有四个数位镜头。对，第一个就是超级广角，超广角，对，170度广角。再来就是一般的传统式的广角，拍的也足够了。再来就是线性，就是 Linear View， 然后再来就是窄角。那有很多可以分很多不同的拍摄的方式，但我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拍比如说第一人称的话，我自己建议就用 Super View， 就是超广角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在拍任何东西，拍在滑雪啊，或者跟小孩子玩啊，任何画面都拍得到。所以数位镜头这个功能真的超好，对不对？超好用的。对啊，我们讲了这么多功能啊，但是大家好像都还没有看到它的影片呈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GoPro 大使不是当假的，我们先来播一下 Johnny 拍的第一支影片，好不好？好，自拍自剪自导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看，这是你去哪里？这里是去年去参加了一个巴厘岛的 GoPro 嘉年华，然后跟了很多许多的网红啊拍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。我现在看到刚刚那些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移动缩时？对，哇，好酷哦！它就是那个视觉。你看这个超广角，对，全部二三十个人都拍了进去，二三十个人全部都入镜。对，然后刚刚也拍了用一些在夜间的拍摄。对，这是第一人称的画面，然后又有照片，你看 Super Photo 也展现出来。Yeah， cool， 我觉得真的超级慢动作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得出来。这个我就可以跟大家说。你愿意用你的4万多块的相机这样子去玩吗？肯定不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，这个自拍计时器，这个要干嘛用的？哦，自拍计时器，这个是 timer 对不对？对 ，Yeah， 所以我平常在自拍的时候，它会倒数。对，没错，它好像有3秒钟或是10秒钟。对，对，所以就是一般来说，就是如果你要把相机放得比较远一点，然后拍一个团体照的话，你就可以放个10秒钟，你按下去快门，你就跑回来做个 yeah peace 或怎么样，然后大家就可以拍一个，就可以拍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所以我觉得它你想得到的功能，它应该全部都有，你想得到它都有加进去。对啊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多的功能。然后收音，我觉得收音就是很多人会需要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，等一下我会讲到一个新的一个配件。对，反正 GoPro。现在越来越多人玩 vlogging，所以收音非常重要。所以不要担心 ，Hero 8这次的麦克风又加强，收音非常好。对啊，没错。OK， 好，再来哦。这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功能？我不太懂，所以你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是Live Burst， 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拍照功能。其实这个简单来说，你按下去快门，它就帮你拍一个 4K 的。影片3秒钟的影片，但是它基本上是90张非常高画质的照片，所以我就从中选一张就好了。对，从中可以选一张，比如说你在拍赛车好了，对，它1秒钟滑过去，滑过 去，对不对？你就按下去快门，它其实就就帮你拍90张，然后我就从90张选一张我自己喜欢的，对，一定会拍到一个黄金。对，所以就是也绝对不会错失这个时机。好，再来就是一定还有人就是刚刚加入，那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优惠活动喽，来。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回答问题就可以抽 GoPro 颈枕哦。那回答什么问题？回答就是今天我们在推荐的相机是什么名字？什么型？什么名字叫做？对，就是在我们下面留言，然后就可以抽颈枕3个。后面都有什么？对，等一下大家都会听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一下今天的优惠组合，好不好？今天的优惠组合，没错，就是 Hero 8加记忆卡加一颗电池，对，还有一个自拍杆。对，原价是20380元，然后现在只要17157，你在考验我的视力。对，好，省了将近3000多块了。对，那再加上雅虎今天的优惠活动，会有更多的折扣。对，更多，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大家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还有什么功能是要告诉大家的？来。即时串流这个是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即时串流这个是就是直播哦，直播哦 ，OK， 好，这个说法好。
去年开始 ，Hero 7有推出了 720p 的直播，那今年它又升级了1080的直播功能。对，因为现在国外好了，很多人都在玩 Twitch 啊，线上玩现在电动玩线上电动玩具直播，或者 YouTube 啊、Facebook， 像现在的直播，其实之后用 Hero 8都可以去做很棒的直播功能。对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就是它跟一般的手机直播有什么不同。就是你手机直播的话，你就是要一直拿着，对，然后就是它的镜头其实是很窄的，所以就是你在活动中或是要拍摄一些比较动态的画面的话，要直播其实非常困难。对对，那 GoPro 直播就是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对，就是很广，你放在那边。对，我可以，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如果我想要做直播的话，我就把它架在脚踏车上也可以。对，我想要滑雪，给你家人。对，或者是我想要把它装在我家的狗狗身上，让它来奔跑，然后做直播，所以它有很多很特别的画面，没错，跟运动中、活动中的画面可以做直播，这个是大家其实想不到的。好，再来一个就是 RAW 档，哦 ，RAW 档这个有在拍照或是影像处理的就会知道这个功能。如果观众有在玩单眼相机的话，就知道其实 RAW 非常强。对，那当然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 RAW 的用处是在于后置。所以现在你拍一些极光好了，晚上的夜间的拍照的话，你拍出 RAW 档案的话，你后置可以把那个光泽拉出来，所以照片又会越更完美。哦，所以它是一个进阶的功能，真的是，对啊，对。好，我们还有其他影片对不对？我们好像有，我准备了，我们来播一个第二支影片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什么样的。这是在家里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上个月 GoPro 官方美国有推出一个活动，就是建议大家因为疫情当下一定要在家里，对，在家里，所以他们推出了一个这个Home Pro 的 Challenge。对，对，那我自己的 Home Pro 就是我太太很喜欢在家里煮饭，那我就怎么样把 GoPro 利用不同的视角去讲一个故事。哦，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在做饺子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我最喜欢吃饺子了。Yeah， 你看刚刚我把 GoPro 直接丢进去搅拌机，所以你任何角度都可以拍出来。对啊，最后我也给我儿子去玩一下，包几个水饺，很有趣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有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跟拍摄手法，我们等一下要告诉大家一下这是怎么办到的吧。好，再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GoPro App。哦，这个我也很推荐给大家。Yes， 对，好 ，GoPro App。从去年开始，它就结合了剪辑软体还有控制你 GoPro 的两个功能。那这几部影片我今天播的，其实都是透过一个手机一个 GoPro 就搞定了，就搞定了，完全不用进电脑，完全不用进电脑，根本不需要。那个就是我在飞机上就剪出来这些影片的，所以你也可以。所以现在 GoPro 把硬体软体融合在一起，其实就是一个整个一个 lifestyle， 整个一个。ecosystem， 对，不知道，对，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好，对，然后对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刚刚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视角跟角度拍摄啊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桌上其实有非常多的配件。对，那这也是玩 GoPro 就是一个一定会买的一些配件，就是不管你从事任何活动，那我们今天也要来推荐一下大家必买的配件有哪些。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个配件，叫做这个。防水壳，头壳，对对，这个刚刚 Johnny 有讲，就是如果你是喜欢从事潜水的活动啊，就是我们建议一定要买一个防水壳。对对，那这个除了保护你的机子之外，就是其实真的很安全，而且它也防摔，没错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就是一个保护壳。对，它可以到水下60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推的，夏天必买。今年到60米，对，哇，从前的好像40米，对，好，再来一个，越来越厉害哦，这个是我们新的一个配件，来，你告诉大家 ，OK， 今天我有带来叫做磁吸旋转夹，我这个我觉得超方便，这个非常方便，因为刚刚大家也看到我在做包水饺的时候，对，我是有一些视角是怎么用的，这个可以放是一个吸铁，除了一个小夹子之外，也可以吸在不同的像冰箱上面啊等等，所以非常方便，然后上面就是一般的一个转接头 ，GoPro 的转接头，然后可以夹着，新出来的，很棒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哦，双充，双充 ，Yes， 这个我觉得GoPro 因为它很小台，所以它的电量其实相对的就是比较不足，所以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就买一个双充，它一次可以充两个电池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必买的配件之一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，这个鲨鱼夹，这个我可能要帮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配件有什么功能，好不好？就是它刚刚夹在那边的那个，噔噔噔 ，Yes， 所以这个。除了很牢之外，它真的是
摔不坏，我的自己的已经用了三年多了，但是这个 CP 值超级高。对，我觉得它可以夹在任何的地方，任何东西，椅子啊，其实我最夸张的是夹在机车的前叉上面。哦，你看这么后照镜那些都可以，后照镜都可以，所以拍出来视角非常特别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配件也是我们必买的配件之一。然后再来一个嘴咬。嘴咬这个大家可能会很纳闷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画面都是叫做 POV 视角第一人称画面，没错，就是用这个拍的。对，好，这个首先创造的应该就是为了冲浪，冲浪，对，因为大家也要看到这个 surfer 他到底是要冲浪的那个画面。那这个很方便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爸爸，那我要带小孩子出去的时候玩的时候，一定要双手嘛，对，所以我就咬着嘴巴里面拍这个画面。所以这个非常好用，你要咬一次给大家看吗？好，可以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就咬了。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有人咬成这样，就不要就是不要笑。对，他其实是在对他其实是在拍画面。然后再来一个 three way， three way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推荐给大家，对我们的组合的配件之一。Yes， 对这个延长杆，我觉得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延长杆。我觉得是一直以来最好用的。对，对，所以它。除了它是一个自拍杆之外，它下面你旋开来也可以变成一个三脚架，所以这个功能方面非常好，防水、防尘啊等等都很好用，都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讲完配件之后呢，一定要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康优惠，那就是配件满1618，然后就可以享9折优惠。对，那所以你今天如果你买了 GoPro 的主机之外，好比说你会去潜水，那你要买防水壳，或是你有买需要多一个电池等等的，你只要凑满1618，然后就可以再打9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优惠非常的惊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来讲一下，一样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就抽 GoPro 颈枕。对，大家可能都只看到照片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有带来，拿出来试一下。拿出来，你知道我这次去兰屿啊，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兰屿很难去，所以我坐在船上，大概坐船去兰屿大概要2.5小时。哇塞！对你除了睡觉，你除了睡觉就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颈枕。哦，你看。超软，然后它是 memory foam， 就是对，它是记忆枕的，对，然后它就是这样，你就这样，哎，挂着。哇，我自己就想要一个。对，然后我等一下马上在直播就可以睡着给大家看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个真的超方便的，超舒服了。那我们今天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然后你只要回答问题，我们就送这个很高级的记忆枕的 GoPro。对，没错，颈枕好。再来呢，我们还是要先在最后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自拍组。就是 Hero 8加一个记忆卡，加一颗电池，再一个三轴，对，然后这样子2万出头，两万出头，对，现在只要17000多，那现省大概3000多，三千多块，对，再加上雅虎的优惠，哇，我觉得可以省到将近4000多块，真的是，真的超省的、欸，就是预备之后，台湾开始开放旅游的时候，对，大家都疯了，都疯了，对，好，赶快抢，现在再来一个，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进阶配件，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会推荐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配件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，哦，这个灯光，对，灯光，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是最想要晚上拍摄的时候太暗了，需要补光， yes. 你可以把那个前面拿掉，对，对，好。这个就是今年推出的媒体模组，对，它的用处在哪里？其实最主要就是 vlog， 像我刚刚说的 vlogging。那这个除了这个灯具之外，它最主要是加强了一个直向的一个 收音效果，对，收音效果，所以你可以直向，可以往自己或者往后360度都可以去收音。那包含了它上面有两个冷靴，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个灯，再加一个麦克风，随便外加麦克风。对，而且它灯是有多段可以调整它的大小明暗。对，对。好，刚刚他讲的呢，就是这一个媒体模组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外挂模组，就是如果你想要收音的话，对，他你想要有更好的收音效果的话，就是可以外加这个外框。嗯哼，对，然后这样组合起来，然后其实非常的轻巧方便，因为。如果像一般以前传统的部落客的话，他们在拍摄的话，他们会拿一个大相机，然后再一个大的麦克风，所以他出去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笨重跟麻烦。但是 GoPro 现在完全解决掉这些问题，没错，对，他把你的收音效果更好，然后影像画质更好，然后更稳定，但是非常的小台。对，那它这样子整个把它浓缩在一起，对，变成它的媒体的模组的组合，超棒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进阶会推荐给大家想要去拍摄更高规格的影片的话，会非常的好。没错，对，哎，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支影片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个，对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支影片。
就是 Hero 8的广告。哦、oh, ，这个潜水真的很漂亮。Yes， 因为每一年其实 对,、啊、对我都会拿到一个 Hero 8，然后官方都会请我去拍一些画面，对对，然后分享给全世界去看。好、okay. ，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看到就是它的影片的画质啊、解析度，还有跟它的颜色，我觉得饱和度那些都非常的棒。对，而且都是透过手机去剪的，我完全没有任何调色。对，所以我如果在厕所想要上厕所，就一边上一边剪手机，对，出来马上就是影片，一分钟两分钟足够的时间。OK， 好。来，再来最后的优惠，要告诉大家一下，这就是今日限定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只有雅虎才有的优惠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买我们的这个青旅的组合啊，我们刚刚看到原价是20380元，然后特价只要17157，三千多块。再来，不啰嗦，直接再加码。Oh my god！ 你只要在雅虎这边买15000元，就可以登记送1000元的购物金。哇塞！对，然后再加上联名的联名卡，还有你是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再更省了将近1500左右。所以总 total 只要14613，这个太夸张。对，14613，所以 GoPro 从来没有这么优惠跟惊人的价格，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杀过。对，你从20380元，然后这样的一整个大组合，你只要买回去之后，其实只要拿出来就可以拍了。对，就是完全不需要再有任何添购任何的东西了。对，你只要拿到拆箱之后马上拍，对，马上拍，对，原价是20380元，现在只要14613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省了将近，这样是多少？其实我算数不是很好，大概6000块吗？哇，我们的小帮手说省了将近6000块、欸，哇，真的。不是现在买的话，那什么时候买？那一定是现在买。对，一定是这样买。对，而且这是今日限定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优惠组合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一样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抽警枕。对，然后还有雅虎的100元购物金可以送给你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今天的题目就是今天开箱的相机的名字是什么？对，名字是什么？然后所以可以在那个 OK 好。那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下吗？因为小帮手跟我说人多可以再说、可以啊，我已经说完了。其实 GoPro 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。对，现在我都跟大家讲，就是 GoPro 再也不是一个小相机的相机的公司了，它已经包含了软体、硬体，你看甚至衣服都有，帽子等等都有。对，还有警枕都有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拿出来一个 GoPro 去记录生活，分享给全世界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拍摄啊，拍摄影片跟你在创作的话是一种习惯。嗯，对，你只要一直去尝试，然后一直去拍摄，我觉得它的影片的产出跟剪辑，我觉得都会变得非常的棒。对，那首先呢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配件，或是你要有一个非常顺手好用的摄影器材。对，那 GoPro 其实它跟手机最大的不同就是，我会都跟大家讲说 ，GoPro 就像是我的手机镜头延伸出来的，也是对，有些地方、很多地方我完全不能用手机拍。对啊，我到水里面潜水，我要怎么用手机拍？啊、你愿意把你的50000多块的 iPhone 带下去水里面吗？对啊，不可能。对，或者是我要从事一些很激烈的活动的时候，啊、高空弹跳可以放头上吗？我要用什么？那当然就是选 GoPro 嘛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嘛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买了一台之后，你就要不停的尝试，不停的拍，对，那你就会有非常多的素材，就像 Johnny 一样，嗯，就是不停的拍，那你有很多素材，然后去创作，然后分享给你身边周遭，不管是亲朋好友，对，那他们就会看到，就是哎，原来这个机器是这样子运用的，对对，这个才有意义，就是分享，对，不停的分享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最后你还想要分享什么给大家？其实对我在我自己的课程里面，我都会教大家，除了拍片之外，你还是要学习剪辑。对，我自己有一些网络的课程啦。对，当然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。哎、欸，你不能打广告、哦，你不能在这边打广告、哦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卡在家里啊。对啊，就学一下剪辑吧。对 ，OK， 其实好对啊。但是你学剪辑之前，你一定还是要有一台 GoPro 来，一定要。对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讲真的是对不起自己，好不好？对，本日限定 ，OK。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本日限定就是我们今天买这个青旅自拍组，只要 Hero 8加3项手持杆，加1颗电池，再加1颗记忆卡，所以你买了这些之后，你回家一开箱马上就可以拍了。对，这个原价是20380元，然后你现在我们特价17157，
对，那现在还不止哦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对，你只要满15000登记就送1000元的购物金，所以你还有1000元的购物金哦。再来，我们再看，你只要指定联名卡，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会员回馈1544，所以这样总共加起来这边就多了2500的优惠了哦。然后总共加起来这样的优惠折扣下来只要14613，所以我只要花15000不到就可以买到这一整个组合哎。对，我以前我朋友在买的时候要买20000多块，对，他们等一下应该会过来打电话骂我，真的是真的哈，对不对？可能昨天才买的，追杀我，他们可能前天才买的，对，我昨天才卖一组哎，对啊，然后现在就对，现在只要72折，然后就可以有这样的优惠价格，太棒了，对对对，杀了6000多块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画面好不好？这个是在国外吗？这么美的地方哦，这个相机是在国内，国内三仙台台看日出。对，看日出，哇、哦，酷！你看，这个是 GoPro 拍的，这是 GoPro 用拍照的功能拍的。你看它，其实如果你今天是用相机拍的话，绝对拍不出这样的广角功能。对，你可能只能拍到前面满满的都是人，然后就是一堆人的画面，所以你拍不出这么广角跟震撼的画面。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超级照片，对 ，Super Photo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。对啊，这个是绝对我们要必须推荐给大家的一台非常优质的相机。对啊，而且轻巧、防水、耐摔，然后全部浓缩成一台小小的相机，啊、这就是 GoPro。其实我经常出门前，我都会只光拿我的 GoPro， 手机都不拿。对，我以前都联络不到它，就是因为它都不带手机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多重要。我觉得之后 GoPro 可能要发明一个，就是可以有接电话功能。对、哦，我也想觉得啦，或是跟一些公司配合啊，或者怎么样的相机。我觉得这样非常棒。对啊， yes. 好，那今天一样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对，回答我们问题，然后就送一个 GoPro 颈枕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装上去马上秒碎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等一下我可以拿一个吗？不行，因为这个要送给消费者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对 GoPro， 对，那你我觉得你先推荐一下你最推荐 GoPro 的三个功能给大家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稳定，再来还有移动缩时非常好玩，对，再来就是它的照片，哦，照片很棒，超级照片或者 RAW 档。对对，所以都很足够。对，我喜欢它防水小台，非常轻巧。对，因为我自己在潜水，对，所以潜水的时候非常好用。你们现在夏天，你不管去海边或是游泳池都可以用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后总结，今日限定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张。再讲一次哦。对，这个一整个组合是20380元，然后今天特价只要17157，好不好？17157，对，这个是有史以来对最大组合。还没有哦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边15000，然后再送1000元购物金，对，你还可以再继续买其他东西。再来，联名卡加会员回馈1544，所以这样总共又回馈了2500哦。哇！所以这样整个总 total 下来72折的优惠。哇！所以只要14613，好，价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今日限定，直到12点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有多少组可以卖？现场？只有100组吗？好不好？那100组，只有100组。哇，这一定秒杀。那现在剩几组了？5组。哇，15组。好吧，对，大家看着办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赶快。对快，那个电话拿起来，不用拿电话，啊、直接网路上订购就直接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拿电话是购物台哈。其实我最近也想分享给我妈妈去使用，因为她也喜欢在家里下厨啊等等，所以她每次都不断的问我，那老人家也可以用吗？可以。小孩子、老人家都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他界面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对，小朋友你就拿给他，然后他可能摔到或是怎么样，我觉得都还好。对啊，他放嘴巴里面咬一咬都不会坏掉。哦，真的，所以不用给他咬玩具，对，咬够破就好。咬够了，这个有点口水一直流，有电。哦，对啊，还是不建议。今天的优惠组合就在我们后面，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17157，我觉得这非常惊人的价格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们一样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然后送颈枕，然后还有100元的购物金可以用。嗯哼，对啊，这个我刚刚已经躺过了，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带回家吗？好不好？那就两个，你的味道对，有我的味道。那就两个给人家给他们抽，好不好？OK， 好。啊？他们说什么？继续。哦，还要继续哦？没有结束。哦，那我们要讲什么？好哦，这个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继续来讲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继续讲。
OK，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很多的配件运用啊，跟很多的视角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可以重新再看一次第二个画面吗？第二个影片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再好不好，再播一下好不好？边播边解释。有吗？哦、yeah, OK， 有、okay, so, 巴厘岛，对，巴厘岛，对啊，你看去这么美的地方，如果你只带手机，多可惜，超可惜的，对、啊，而且巴厘岛就是玩水，对，就是玩水，所以一定要带一个 GoPro， 一定要带一个防水的，再买一个防水壳，对，再买一个防水壳，然后就可以深潜啊，等等啊，你看我这边等一下要跳到水里面，你看你就不可能拿你手机，然后你还那个越野车夹在车上，夹在车上。拍那个越野车的那个画面，那个石头一打上来，哇，就不得了。我问你哦，你刚刚像这样的影片，我大概用了多少个配件来拍摄？哦，我需要带多少配件？其实讲真的，其实就是一个鲨鱼夹，我就是拿在手上，然后跟一个嘴咬，不可能，就两个、啊，不可能啊。不可能吗？真的吗？我不可能只带一个配件就、啊、就可以拍到这样。Okay, 好，除了这个飞弹啊，对，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画面。我觉得我少说也要三个配件，你们不能只买一个配件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对，还有三项自拍杆，对，鲨鱼夹，双冲，对对，什么都要买，哦、好不好？很多电池啦，我买了很多电池，对。然后我只相信原厂电池哦，因为这个电这是重点，所以你要加购电池。我自己是喜欢。预备至少三颗电池，所以我买一台主机要大概要准备多少电池？我觉得至少四颗，四颗。对，你可以买一个双充、嗯，然后再买两颗电池，可以够了吧？这足够，够哈，够你拍。对，大家马上下单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再来。哎、嗯欸，我们现场还有满2000购物是抽 Hero 8吗？哇，哦，哦那我们干嘛要推这个组合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你还是一定要买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是，很多人都是在等，或是说，你要我要等啊，等什么优惠，或是要等什么9代、10代、11代，我觉得不要等了啊。对，我觉得回忆。你有在等 iPhone 吗？其实要买就是。对，我觉得回忆不等人，不等人，记忆时刻不等人，小朋友成长也不等人，没错。对，所以我觉得。很好的画面啊，就是你去一个地方、嗯、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一生可能只去过一次，对，那为什么你不直接赶快买起来，然后要就是准备好带去拍？对啊，像比如说我度蜜月好了，对，6、7年去的时候去马尔蒂夫，那时候没有 GoPro， 那现在有出了这么棒的 GoPro、哦、还是得回去一次再拍一次，哦，这么浪费，所以你现在赶快买的话就一样要买，赶快可以去拍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修正一下，我们刚刚讲的满2000不是全馆哦，不是。我们要买 GoPro 的东西，满2000哦。对，所以你今天买这个组合啊，你有可能再抽到一台、欸，哎、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变成是有2台 GoPro， 电池啊，双充啊，买个鲨鱼夹、啊。对你一台自己用，然后另外一台呢就给老婆用，可以。对，我觉得摄影师真的很辛苦，对，就是老公老就是男朋友都很辛苦，所以大家要好好就是对照顾一下摄影师，照顾自己，对对，就是有一台。给摄影师用， yeah. 然后另外一台给另一半，然后让他互相拍。因为互相拍，对啊，这样子的话画面才足够，好可以用。我们今天最后要总结了，真的，我们不能再加时间了。对， yes. 因为我们已经讲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Yes， 好，今日限定就是这个组合，对，然后20380元，然后现在特价只要17157，对，3000多块，哎，后面也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哦。Yes， 你满15000，然后登记就可以送1000元的购物金。Uh-huh. 对，你可以用这购物金再去买其他东西， uh-huh. 好不好？然后再来指定联名卡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会员回馈15444，所以这样这边就2500多了。哇、wow. ，对，然后总共。72折，哇塞！对，然后72折，现在只要14613，你拿将近6000块，对你拿15000出来，然后还可以找钱，对，真的是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棒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那今天的好康推荐呢，我们就推荐到这边，好不好 ？Yes， 对，那大家一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一定要，对，留言就留我们今天推荐的主机机型是哪一台，然后就送我们的颈枕，颈枕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好康分享就到这边喽，好 ，OK， 大家赶快下定。拜拜，拜拜。